不黑，台湾林贵，凡夜不分，朋友们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车，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啊，叫做这个什么角度理财啊，来吧，接下来咱们就来弄一下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用这个888金币，然后可以获得5888的金币，咱也不知道这个天妹怎么想的，如此亏本的买卖你都买过，你跟我说你是不是傻？你看，你看能力兄弟们，我们瞬间我们的这个金币啊，咔咔的就往上涨，对吧？还有，哎，不太对呀、啊。哦，就是哦，这两个，这一直升，一直往上弄。哦吼、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已经回本了，已经回本了，已经啊。然后控制礼包，来，再解一下。我去，2700，天哪，太牛了！辣条哥一出来，世界就沸腾。辣条哥能通知我的好友吗？你的长门刺行，辣条哥是时候表演氪金了。辣条哥木叶丸还差多少五星？我啥都没说，我啥都没说，你们继续。好、哦，咱们不给他们聊天，让他们在那玩吧。我们继续抽奖。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来抽奖。当时有点勾引我他们。那行吧，今晚我就当天没睡了他们。对不对，兄弟？今晚我就当天没睡了他们。你一个老屌，来吧，来干啊！我开干！你狠狠的闪光，狠狠的闪光，狠狠的出，我感觉要出好东西来了，我感觉要出好东西了，反正啊，很大的可能性。哟，大蛇丸，我天啊，大蛇丸可能也要死刑了。木叶丸啊，很有可能木叶丸要出到这个，要出到那个五星了。多有也，这多有也是个谁？厉害吗？你看每次都出大蛇丸，天哪，兄弟们，这也太好了吧！哎，长门出来了，漂亮，来了六个长门，很好。我一看见六个长门，我就开心了，就，对不对？你一个一个的出，说实话也太黑了，你得多出，不然的话显得太尴尬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一个大蛇丸，一个大蛇丸，四个飞怪，我去，兄弟们！12个大蛇丸，嗯、啊，怎么这么快没了？大哥，你是来砸场子的吗？哥哥，你这整的我这刚开始刚有感觉，你掉了呀？你跟我说，你掉不掉？没有人，你给他掉，你给他掉脏死了，对不对？太没意思了，就过分，过分，你给他掉，来继续抽，没关系啊，还好我这里还有。来吧，还能再来三发。你随便出对吧？你多少出点东西，你一个东西都不出，就显得特别尴尬了。然后对吧？必须得出啊，必须得出货，不出是不是？多有野，天哪！对呀！哎，木叶丸，我爱我，大蛇丸，出！这次好像出好东西了。哎，长门怎么莫名其妙的变成了这个29个了，兄弟？刚才可能是长门出来了个爆款，看到没？可能长门出来个爆款，我没看到。直接变成了29个，可能刚才出来的10个。看一下我们的忍者仓库里面啊，有没有飞升鬼？哦，可以喽，这个叫奈良鹿丸，不是鹿丸碎片。天哪，你个老丁，怎么乱七八糟的？这些忍者都获得不了，大家看见没有？看啊，长门29个，飞段20个，大蛇丸60，金刺是没有，卡卡西明鲜明，鬼脚小南。木叶丸148了，哈哈哈哈啊，是龟比兽也快升级了，这你个老娘太脏了，你整得我都有点受不了了，哈哈哈哈。这次咱们就升级了一个，不过不用慌，这个兄弟们啊，慢慢来，下回接着升，哈哈哈哈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们在说什么啊，他们都四星了，肯定没多少了。辣条哥在哪？辣条哥加我好友，真的是辣条哥，啥都不搞，只抽奖的辣条哥还在抽。我看到弹幕了，能不能帮我抽一个大蛇丸？看直播，他们有直播。你给他掉三四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不给他们多说了，咱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